甜点，但少女会长大，所以已经从甜点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每一年到了冬日不可限定、不可或缺的大人的甜点哦，大人的甜点，来，对，介绍一下。我跟你讲，就是这几年呢，在台北掀起跟全台湾掀起了一个肉桂卷风潮，没错。然后我今天找到的这一间呢，我跟你讲，真的台北不得了，基本上你没有半年前预定，订不到它的肉桂卷，这么厉害，非常的火红，通常一试出名额就被秒杀，而且你的店，他的店你挤不进去，真的没有办法进去的。在哪里？在东区的巷子，因为他店比较小。哦，在我在无聊咖啡附近，在大安路的巷子那边，大安路，大安路，大安路，对，好商圈，对，苍蝇，苍蝇，鼎鼎大名的苍蝇哥，他就是苍蝇哥，对，没有，就是你哦。但我今天有开一个苍蝇哥的，人家叫他苍蝇哥的原因是，你的甜点里面都吃得到苍蝇。谁会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店名叫 Fly Cafe， 另外一个是 Fly 的餐厅，对不对？对，现在是 Fly Cafe 了。对 ，OK， 这个是咸蛋黄。我跟你讲，宪哥，这个不得了。一般你听到肉桂卷，就可能就是焦糖啊、原味啊、起司啊，但是他这个呢，是特别今年特别先出的这个咸蛋黄肉松肉桂卷，吃吃看，吃吃看，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吃过哎。对。怎么？你可以说啊，请说。哦，这是因为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推的。那接下来的话，圣诞节我们是推这个焦糖的。哦，上面有这个姜饼是不是？对，那个是。Roders 那个酱那个肉桂饼干，肉桂饼干 ，OK。那这个就原味的。哦，这是常常见到的原味口味。而且它那个，因为我们苍蝇哥特别，一般外面不是都是大概5层6层的那种吗？他觉得这样不够，他就一定要弄10层，所以他自己就研发了这个肉桂卷。没想到一研发出来，真的大获大家好评。大获好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湿式的肉桂卷，跟一般欧式那种干干硬硬的不太一样。因为北欧有些是干干硬硬那种比较小，像饼干的，一定要配。咖啡才有办法。对，哎，讲到咖啡，怎么样？他们不是只有肉桂卷厉害，他们这个西西里咖啡也是非常的厉害。西西里咖啡就是加柠檬嘛，对，柠檬的，上面还有柠檬皮，有一点清香。哎呦，你喝喝看，你喝喝看，每家比例不一样，你喝。而且它味道很特别哦，就是反而酸会让咖啡的甜跑出来，对，会把咖啡的苦涩味给盖掉。有很厉害吗？西西里很非常厉害，真的吗？非常厉害。他最喜欢这种味道，哎呦，冰冰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最棒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最不一样，台湾喝不到哎，有啦有啦，在哪里？我开始卖了以后，满街都在卖，很多都有。可能我应该要常出来走走啊。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最不一样是一般很多是加柠檬片在里面，或者加一点柠檬汁，我觉得那有点失去了原本就是西西里咖啡的风味。但是他们加的是放一点这个柠檬皮，刨一点在上面，所以你不但喝得到之外，你还闻得到。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真的是除了味之外，嗅也很重要。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他们的隐藏版，这个隐藏版呢，就是跟我本人有关，然后也是跟老板的心情有关。就你不一定吃得到，它会属于比较限定，更限定了，限量中的限量，就是这个鲔鱼三明治。鲔鱼，好吧，原来哦，真的，因为这个呢，一定要每天的那个季节啊，然后呢食材的新鲜，所以不是每一天都有，基本上有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有这道，但是这就是隐藏。版中的隐藏版，而且老板真的是很看个性的那种人。今天可以请到老板来现场，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很惊讶，可以看到他本人，对，因为他在网络上非常非常有名。简单来说呢，你要买到他肉桂卷，你要排队排到翻掉，因为好像我记得一个人是2颗，对不对？一颗都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因为大家都一直敲碗，太想吃了。但是然后之前还有大家就是还要找人家去帮忙排队才买得到，对对对呀。可是我知道今年好像有配合一些节日。会推出一些限定版的礼盒，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送礼什么，这个礼盒其实在网站上面也都有。OK， 对，老板你要多出来走跳哦，好不好？你就知道我们买不到，心情是不好的。有，现在有慢慢加，有。
制越多太棒了，相当不错。你要每一个东西啊，做成了一个专业，它就叫专家了。是，来四位准备出题目了，没知道你就遗憾了啊。来，题目是我们常说的肉桂是出自于桂树的哪个部分呢 ？A. 树皮 ，B. 树枝，或是 C. 树叶，请作答。这部分如果答错的话，不好意思哦，就是交互蹲跳时，现在在天堂路上。好的，正确答案是 A A A。请谢欣来，请出列，来来来，哇，好厉害！你看树枝，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难呢？来，你来，你干嘛？对啊，手机勾脚，来来来。为什么会打出来呢？因为我看那个料理节目，它都是一只一只一只的，因为它是卷的。来跟我来，这里有的吃。最可怕的，请脱鞋。美女交互蹲跳，我们先开。OK 的 ，OK 的。痛啊！好，我也好怕啊，对，没办法，来来来。顺便跟大家说啦，桂皮是从桂树树干上以剥皮方法取下来。那当然喽，树皮喽，一二三，失效啊！交互蹲跳。好痛哦！一，好痛哦！这样才一哦，二，啊三，哎，哎呀，交互蹲跳啊！这样子，我又没当过兵哦。交叉，四，哦，五，啊六，六，啊来啊！再来再来再来，我跟你讲，叫出来比较不痛。叫出来比较不痛，是科学认证的。对对对，叫啊这样子。可以的话，也可以骂人，骂脏话会根本比较不会痛。那我打一个小草莓或小肉桂在。可以的。小肉桂的桂皮哦。是。好了，三位请出来享用一下。哎呦。肉桂卷。要先喝一下他的咖啡。对对对。但是很好玩，这很好玩，干杯干杯。而且我跟大家讲，一定解宿醉哦。解宿醉哦。啊，这个解宿醉，我喝热咖啡味道很屌，很屌，很有趣，对不对？来来来，这个啦，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这个不同口味的，对，一定要是这个肉桂卷，因为他们连你知道肉桂这件事，肉桂卷、肉桂粉超级。等一下，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关心一下我好不好？等我鞋子穿完，你慢慢来，没关系。这咖啡好好喝哦，是不是？哎，这个真的要赶快吃这个肉桂，不然光是排队就排到翻天了。对你今天不吃，以后没机会了。这是什么口味的？那个焦糖，焦糖，然后上面是肉桂饼干，他们肉桂粉还是特别，老板特别从越南找回这个青华桂，是比一般的更香更辣，然后呢吃完会回甘的那一种。这个不错哎。这个好吃，好吃，难怪要排队。而且配咖啡超级搭，而且它不会死甜，最怕就是肉桂卷死甜。对，这个是好吃的。推荐给大家，一般红色订阅的字样，把它按下去，那就对了。那订阅之后呢，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小铃铛，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赶快去。